OK 呀，自己的号也是成功上了无敌战神，好吧。 再打五把单排战神局就可以拿到 SS 20的战神框了，这个战神框呢也是属实的有牌面，好吧，我们直接开始游戏。这第一把呢直接来二九二圈，好吧，这里听到后面来车了，我们直接去看一手什么情况。这里没子弹了，我们换一手子弹，直接把车打爆。刚刚左边是有个脚步的，看到了在下面跑这么快吗？直接打掉。 这里听到下面传来了脚气，看一手什么情况，这个人进圈了，这边打得非常长，然后先打这一个吧，这个直接打掉，打到之后，朝对面是还有个的，我们看有没有机会，再刷一波 ，OK 啊，成功带走，带走 这场剩余三个人，这时候头顶是有个人的，看他丢雷过来了，我操，赶紧跑。这时候拉个小眼睛就够顺吧，看能不能炸到他，这个雷应该是没有炸到，我们再来一个。 这丢完这个雷，我们再马上去。这个雷应该是炸到了，但是我们再丢个雷比较稳妥一点。这时候准备干拉他 ，OK 啊，这车雷成功带走。带走之后他就剩下最后一个了，我们看有什么情况。原来在下面，这时候不着急丢，我们过去再丢。这个应该是闪到了，我们直接拉过去打他。这被打了两枪，我们直接回来。刚刚疫苗点已经丢失了，这边都拉好疫苗点。 这里第一把成功吃坤，加了14分，我们继续开好吧。这里第二把加了2分，我们继续下一把。第三把呢，我们扛毒卡圈外的人，这圈还有30秒，看到来车了，我们爬出去直接杀一波，这也是成功带走。这个时候听到头上有脚步，我们看一手情况能不能把雷炸到他。就看到他漏了，直接拉出去一分2分3分带走。这个时候看到手上面那个人，他应该是跳下来的，这边打一波。 就差一枪而已啊，这都没有死，我操！这边再补一枪，这时候他那个地方不在圈了，我看到这圈还没有刷，就不用着急打药，这时候再打药，我操，直接跳下来吓我一跳，我操！这一把也是成功吃坤，好吧，加了10分，我们看一下打几把了。这里也是打了4把，然后还差最后一把，我们就可以赢到战神框了，我们直接开好吧。这最后一把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出意外了，扣了7分，但是我们已经打过5把了，赶紧去拿战神框吧。 激动的时刻就来啦，我去，直接顶级领取，好吧，再然后确定，我现在有战神框了，不想跟没有战神框的人说话，好吧，赶紧把 S20的新赛季头像框换上，好吧，太有牌面啦，我去，怎么还有6个战神框呀？随便用，好吧。